欢迎来到 ESO 筋膜枪新手入门，那在这里会教给大家如何去使用筋膜枪，包括按键以及档位的介绍和每个按摩头按摩的部位以及按摩的时长。按摩头的安装非常简单，将按摩头直接插入到筋膜枪当中，按到底部就好了。首先找到筋膜枪上的按钮，长按开机，默认为一档，再按一下来到二档，再按一下来到三档，一共三个档位，再一次按会回到一档。如果你想马上停下，长按即可关机。我们的筋膜枪一共配备四款按摩头，那这一款是圆形按摩头，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按摩头，适用于手臂、腰背部、大腿、小腿和臀部等大肌肉群的放松。那这一款是扁平头，它适用于全身各部位肌肉的按摩。那这一款是 U 型按摩头，更适用于颈部和脊椎处肌肉和骨骼的构造，也适用于跟腱的放松。这一款是锥形按摩头，更适用于深层肌肉的放松，包括手掌和足底以及各个部位肌痛点深层的放松。